能跑了，我跟你说太危险了，这圈一路刷过来的，发现没，前面山上可能还有，看到没，山上那个人在那边跑得开开心心的，炸不死我就死，炸不死我就死。人咋这样啊，也不出来，这人就蛮烦，打死他，上面那个山上的人打死他，快打死他呀。What? 你是不是有毛病，你是不是有毛病，前面两个人你看不到吗，你是不是有毛病，你吃得到鸡你就信我的，你看我不把你诅咒死。哎，那边有个人怎么不打他打我呀，这逼绝对是个挂，我都没有漏，他知道我在那，这个人绝对是个透视，透视逼，举报你100遍，如果你要是个透视，你要是被我抓到任何证据，我就给你举报100遍，我跟你说你就完了，喵，你看你看得到谁哦，你杀的是谁哦，你不就只能透视看我吗，好笑。哎，对，你又看得见这边有个人了，对对，那个草又可以看到了，对，那个草里面又有人了，对，好笑。对，你又知道这边要来人了，对对，你又知道了，打不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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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这个逼绝对是个挂，挂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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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竟还没开稳，挂逼，挂逼，竟还没开稳，就人就把人家的头给爆了！举报你100遍，举报你100遍，1000遍，我要！不可能，我跟你说，挂挂挂，绝对吃不了鸡，就算他不是挂，他也吃不了鸡，他绝对会被人家一枪爆头。对枪绝对对不过，等着看吧，在我的凝视当中是不可能吃鸡的，看你的样子好像不是个挂，但是我还是无法释怀，你杀了我我就会记恨你，把他的耳朵闪聋，把他耳朵闪瞎，妈耶，打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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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加油加油加油，他走一口血了，炸他炸他炸他，真的烦，怎么会有如此烦的事情，为什么有这么烦人的事。